怎么也把我找来做杀手啊？找到了也想想办法吧。老板娘，你快帮我想想办法吧。你有丫头，这舌头咋弄的呀？那把人给我跟上，不小心把牙齿扎舌头上了。我看你这扎的挺严重的，我还是带你看医生去吧。啊，不用不用，老板娘，我现在疼的厉害，你能不能给我点吃的吗？那你想吃啥呀？我现在特别想吃一个闪电爽。行，我给你拿一个。闪电爽，吃了看还疼不疼？我吃一个闪电爽，一定，我的舌头肯定会好的。哇，这真太好吃了！哎，老板娘，快看，我的舌头真的好了。哟，你这还真的给好了？那这一盒多少钱呀？不要钱了，我就送给你吧。那我就走了啊。没想到我家的闪电爽这么厉害，还可以疗伤呢。